手来切记起来啦，你言力增加，你看正常啊，啊对我哦，最友好的，我怕什么？别我甲栽培一下。你若是要将阿叔为一切，你就一定要做商会的会长。哇、哦，到时阵这会员若是有什么代志，一定会找你出来抢的啦。所以我看吼，你也是唔通压价。杨哥，我今麦所做的一切，我是为着我的小太阳。是讲哦，恁爸呢，参照你安尼一半的良心，唔知偌好。一罐酒，你也要甲恁爸计较了。为着我伫你的眼内。就是不好，就是不寻常，我早就惯习啊！你咪看我，你咪看我！你根本受过紧张呀？这是咱的囡仔嘞，我当然嘛会关心嘛。你有能力，可你家己干唔好啊？你做小三遐尔久啊？敢讲你阁要继续安尼欺瞒我啊？其实我巴肚内胎囡仔。你这句话，恁爸嘛听过偌济次？你当作了，他某你有情安尼，过来一届，恁爸相信你。爸，对哦，真正像就你讲的啦，无爱伫这后生啊，啊，国根本就无可能嘛。我若想无，你扶我手，心慢慢锁，咱这条路。我看你写入心中笑，我问你要去佗，请你慢慢讲就好，莫让我惊，我惊你我会找无。你着一寸泪，我对心厌弃。一声天，两人心，怎堪我讲对不起？我若放袂记，我若放袂记，你莫惊呀，也莫生气，心若放弃我心事，你一定爱会记。我最爱的人是你，彼时的我已经袂当表示。我偷偷藏着一刻记忆，毋忘后世人早一日找着你。我若放袂记，你莫惊呀，也莫生气，心若放弃我心事，你一定爱会记。我最爱的人是你，彼时的我。